姨娘，子玉来看您了。小时候，每当我生病的时候，你都昼夜不分的照顾我。我跟我父亲吵架了，你就两边都哄着。每当我生产，你还给我做长寿面纸。到了冬天，你知道我怕冷，你还给我做冰糖葫芦。因为你在我身边，所以我才这么安心。姨娘，在我心里，我早就把你当做我母亲了。可是我现在，我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看清你。宫双绝总是跟我说你是无名，但我从来没有信过。但是现在连我哥哥幻羽他都说你是无名，我……伤害我兄长，他们都是我的至亲之人，我不能原谅你，姨娘。岳长老带队搜了后山，从老职人的牌位后，搜出了杀害前岳长老的凶器。他们是奉长老之命来处死夫人的。说实话，确实很久没有吃过姨娘做的糖葫芦了。姨娘给你准备好，等你回来就能吃的。
包如蝉翼，分指断发，但求一把了却心愿。那人因我所铸之剑而死，我已发誓不再铸剑。请回吧。收到消息，龚宏宇出现在江南一带，这次由你带队。 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是你必须忘掉今日所见。谢谢你，我要怎么感谢你？如果小姐不嫌弃我的年纪比你大的话，可不可以以后让我跟着小姐？ 有个归宿，小姐。子瑜，没事吧你？就让这风里来提醒，在心里刻下我。 派人查过你的身世。你的父亲林雪翁曾是天下第一铸剑师，吴峰想要收归己用，但是你的父亲不答应。于是，吴峰恼羞成怒，就把你的父亲绑走囚禁，并用你的性命威胁他们替吴峰铸剑。 爹，你以为你自己是被父亲和弟弟抛弃？你们真的不要我了？但是你并不知道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正是吴峰，是吴峰绑走了他们，你是被吴峰蒙蔽的，并非坏人。 你对兰儿和子宇的真心相待，我也看在眼里。我愿意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我之前向吴峰传出了消息，透露了宫门下次选婚的时间，需要我想办法逃出他们的计划吗？你既然选择了宫门，便是我的家人，在这里。 你无需承担任何重担，只要简简单单的生活便好。都快点啊！今晚是少主大婚的日子，动作都麻利点啊！平武，这是一把心大的剑，难道父亲和弟弟还活着？姐姐不要哭。 等我长大后，要做一把最厉害的剑，永远保护你。
尽全力奔向你，拥抱你，呼喊你的名，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命运。